我们的师弟，包读哦。可以，你看，多少个地方？都可能那个他 connect 不到。好吧。你像这个是哪个？啊，是那个我们的练习做到哪里了啊？这个 ABC 做好，ABC 做好了吗？多少？然后后面这个呢？这边练习呢？这个做了吗？就是哎，我记得 objective 做完了吗？然后后面的后面再做完了啊？这个没做，这个呢？这个也没有做，还没有啊？这个也做了吧？所以你们看第十一页，OK，第十一页这一个第二题，做选这一题。long video 这些给我很快啊，还记得吗？我们要看横线还是看直线？看横啊，然后再看直啊，这一面快点啊！提议啊，你把答案写在上线了啊！哎，这怎么没有？我没有学会。下来再答。应该是 OK 的。就是这一份，如果加钱，大家没股票。提议啊，你这一份老大还有在吗？有高飞了。第二课，我来呀！我好像找不回来呀，什么题？喂，我好像找不回来，我再找一下，我再找一下。啊，没有，如果找不回来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你从这边看，然后你写在纸上啦，我会再给你旅行的。然后那个，写你这一个有在吗？第二课的吧。我记得我们上次去年我们做的好像不是这种练习哦。如果你找不到没有关系，你直接开啊，直接看这边来做，写出来 longitude latitude 给我现在。哦，那一定是好的。latitude 是横，longitude 是直的。还没入住。位置啊，要两个写在一起。嗨。这里。啊，哪好大，好大，你多大呢？你老大是你自己拿收钱啊？
啊，你的老大你自己全部拿回去啊，啊没？来啦。重要，快点，faster，faster，小简会做吗？婷雅会做吗？嗨，看横的，再看直的，比如干。来啊！我的 aircon control 在哪里啊？在你那边？有没有？在家。两层。啊！我成都。非常热。我。我们就是从那，然后冬天就是很多那个雪球的锅，哇，感觉都刚是冷天就跟冬天就结在一起，因为也不在三一个起，礼拜我才交，忘记了哈、啊。我也，但是就是，没啦，没啊，没有，但是就没有，下个星期，没有啊，这一次，哇，下雨点点，不太确定，哦，没有啊，可能有些改变。我出国啊。回国是去我爷爷家，哦，对，一整个星期呀、一整个星期会去我们公司。现在你们应该要不？我比较提前说。啊？我可以讲答案吗？还没？OK，这一题。啊，这一题真的是第一题啊。这关于是你，还要这么久的没？我这个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啊，做东西这样慢，该怎么办？哎，考试是有时间的，怎啊，迟来你还不快，小心一点，现在是什么时间？么？OK，嗯。所以 x 的 latitude 是多少？48度 U 啊。然后，M 呢？72度。你听过？S。什么意思？然后 V，就三个分布。23度 B，Yes。然后，Y 95度。喂。度啊，你做完了这个可以做什么啊？可惜，OK，然后可能都看 Q 来读给我听。给48U 23B，48度 U，然后23度 B，check 呢？0度。OK，71度，T，M 呢？7272度 S，23度 B，72度 B，23，哎，sorry，不要紧，不要写了，我让我改一下。23度 B 才对，然后这个是 S，OK，然后 Y，48U 95T，
95度，低，没有问题啊，这些啊，OK 啊，All right，谁不会的？没有人不会啊。OK，我要去看这个，这个就是更加详细的要怎么做啊？把它们分成，里面有多少个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啊，到九，自己画小小个。For example，三达干在你，三达干是在这里这个点，看到没有？叫啥？三达干是在这个点吗？然后现在我要讲话，我要从这边画成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呦，画太小了，sorry，我画太小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OK，大概是多少？三个。我好像是六三六妹，他在这边。三四六三五七次了呢。OK，你等下啊，这边云姐，她这个这个问题有点奇怪，我有点不明白，还问什么问题？好，我都是干什么？这都是干活的事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！等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个东西一下先啊。你有那么多一千一万的？没你样子的，可能就如果有这个字的话，你。是在套外头的地，新加有坡。光的，然后第二个都是那个第一个什么样子？OK，来，我弄错一个东西啊！你发现到它只有五到六嘛，对不对？四五六，所以不需要分小小个，不需要哎。然后我们只是看它在什么 part 罢了。OK，for 三的干哦，它是在这里吗？所以它是属于是五的，还在五的范围里面啊。然后这个呢，它是5U，5度 U，然后，117，这个九在这里耶，这是七耶，五六七三达干在这里，所以它还在五的范围里面，跟七的范围里面，所以是5度 U，117度 T，看到吗？它还在这个格子，它在这格子里面吗？属于是五的范围吗？118在上面吗？它还没到118吗？所以它还在117的位置啊。所以就写5度 U，然后117吧度我看你两把路，T。哥打字。OK，导奥呢？导奥是多少读给我听，大家？导奥在这边，所以它是 OK 度 U，它也是在117，对。Okay. Kota Kinabalu. Kota Kinabalu 是？啊，对啦，在哪里啦？Okay. 116，还在116的范围，它刚刚过116吗？所以它是116度 T。Okay. 拉达度。然后它度在这里，所以它也是5度 U 跟什么东西，在这边它是118对吗？所以118 T 然后它度。Kuda 在哪里？对，它是6度 U 跟 OK。它都没有到七，
还在六的范围啊，七这边上面呢、啊，这是五，哎，这边是六，然后这边是七嘛，是六的范围，六度有116T。我跟我们，我们公司，不是第九第六个吗？下面一个，是。Right now 呢？五度 U 跟116T 对吗？Right now 在这里的话还是属于五的范围，跟116的范围。应该放下吧。到时候你直接做。你看，我那怎么不行了？那你今天想睡觉？要是我们俩，开心出去耍了，我没有我就过了。要是我们俩，昨天是我的。OK，明白啊，这个包。OK，好，我后写完了过后，今天我给你们另外一个练习，这是第二课的练习来的，所以第二课我再给你们额外的练习。来，等一下啊，你们录完课同学。好，呀，你做完就行了。今天三点。啊，他们就是不写好啊你，全部都写。为什么人家会写错？写错？眼睛有问题吗？没他们这么厉害，我就快点！谁可以死？哎，可以，我到时候看到老师会死，啊。Yeah, really. All right. So, 网课都学下来了啊，你们两个，让我看另外一个practice formative。哎，谁又在哪里啊？我好听说啊，哎妈，这个。OK。来，大家请坐下。第一题给我，快点，什么来的？什么答案？What is the answer？这一题读一下，你们要读，要读，please。我先把它的翻译的清单的内容，基本就把它回 plus。明白吗？明白这种吗？他讲一个地方的位置啊，relative 啊，跟 relative 就是前后左右啦。一啦，跟住讲 object 啊，到登板让你登度干，OK？那个地方我们用什么？我们可以来决定参考什么东西？好的。看到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参考点，对不对？那个参考点叫什么？买文，detail 入住干。你有什么？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detail 入住干来去知道一个位置的可入住干 relative，可以吗？detail 入住干行，快。好，第二题呢？第二题的 A 啊，问题在这边啊。网课同学，哎呀，谁有网课同学？没有，不是。等下，你们可以开那个画出来，我现在 send 给你们，我现在 send 那个 document 给你们啊，我 WhatsApp 你们。一下子啊。TV 是多啊，那是多啊，没有 BD 是六，他是工程。等一下，我现在 WhatsApp 你们啊，嘉贤跟婷雅，我现在 WhatsApp 你们那个发给你们。你们现在做这个题目，你要依据这一个图啊，依据这个图，然后找他们答案。
For example, Izzati，然后他讲橄榄，Izzati 的橄榄是属于哪些？五大一干呢？六的。找 Izzati 的橄榄。一的第一次来，有等一下，我先给你们现在看一看出哪一开啊？就不比你们前面那样子，好吧？不怎么样了。给加钱，我先给你啊，加钱。停啊，我也是先给你啊，开一开，开个眼睛来，眼睛来。我刚刚是走。喂，教人教不对正确的，等一下我误会嘞。你们可以开来看啊，加贤跟婷雅做这一题。Practice formative 第二 A 的，然后你要依据这个图，啊，以上这个图，然后来看答案，好了没有？你考了，他也就给了。我讲不一样，不能干。来呀、啊，是我。感动是要继续的。答这不可能，那快开门了，有本事啊，不然。六第二，我哥就讲他讲到我的来源，都已经做了吗？你做好。快点，Arif Afik 跟 Levin 你要做啊？哦，那请讲，会。多鸟，OK，关注。你们要找 Levin 在哪里啊？Sham 在 Levin，Ibrahim 在 Levin 的哪里？然后 Sham 是在 Levin 的哪里？这边是写他的前后左右。可读读惯的人听比较写的是前后左右。啊，然后他这第三地成为参考点。地方叫，你知道，那你怎么去？他这两个人啊，你要是那些字，哪里个是写名字？这边才是写名字啊，这边是写前后左右啊。这个啊，这一题啊，没有可读多干是在什么吗？啊，不干可读多干前进的 Harry Dari Harry Star Harry，所以这边的 Harry Star，你看有 Dari 后面的字，所以谁是参考点？啊，好嘞。哈士奇大是参考点，然后我要知道 Chandy 跟 Kyle 他的位置是什么。从 Harry Star 来看，你的 B 是什么答案？名字还是前后左右？来，OK，so 2A 的，来我们看一下啊，OK，Izadi 的。右手边是谁？打电话。喂，右手边哦，卡拉夫才对，卡拉夫。然后他的前面呢？对。前面是谁嘞？
他的右手，他左手边 Kiri，叫 Hira。OK，Afik 的后面呢好啦，你可以啦。？Afik 在哪里？我看不到他嘞。Afik 在哪里哦？哦，Afik 的后面是Ash，对不对嗯。？Afik 的后面这边呢？Afik 的后面是 Aisha 啦，Aishah。对。好啦，这样。怎么啊？阿飞啊，我在阿飞啊，先生。你要看那个线，我们看。OK，然后卡拉是在阿飞的哪里？他讲话很好。哈达班。然后阿飞的，对，伊洲在阿飞的，看到吗？伊洲是阿飞的右手边，橄榄。OK，来，So 现在，Levin 啊，Levin 是我的参考点，去找 Levin 出来，然后我要找 Ibrahim，OK，Levin 在这里，对不对？Ibrahim 是在他的左手方向吗？比例咯，比例。然后 Sham 呢，Sham 是他的，Sham 在他的很后面嘛，所以他也是属于是左拉杠啦。我这边不一样。OK，done、okay。 好，现在我们看 B 的，他问说：“Apakah kedudukan Cherry dan Kayu dari Hasrita？” 所以 Hasrita 就是我的参考点，你要去看 Hasrita 在哪里。Hasrita，Hasrita，Hasrita，Where are you？Hasrita，又找不到哎，在哪里啊？我变成了为什么？没有哦，OK，他在这里啊。所以他现在问你，权利是在他的哪里？权利在你哦。下面下面。OK，权利是哈水大的后面是不是？所以不拉杠咯。所以权利是不拉杠。然后卡 U 呢？卡 U 是在哈水大的卡 U 在这里吗？哈水大在这边吗？所以是他的右手边哦。给橄榄。嗯，等到哦。OK，第三题你自己做来。第三题。二题我们可能也要看到吗？OK，依据这个图，然后可以回答以下的问题：A 到 E，快。快点，第三题做，第三题做啥？没有啊。做两次，快点呢。我给你们8分钟，2分钟时间。Two minutes。啊，of course，你可你如果 reactive 选择一定搞那个的吧。Luma Fushien, where are you? OK，是在 Jalan Enggam 的哪里？哦哦，你讲。，OK，Hospital Brother 的。正常，你这样子看就好了。你那个路，你没进你驾着车，你驾着车，你走那个路，你在那个路那边，鲁马湖现是在前面，这边大家录吗？这边，这是整条都是假的吗？这啊，那整条都是假的，能干的吗？到时间在这里不进逛了，有人到最多了。现在原本是啥感觉？不是，我刚买的大房子，这边，我刚搬的大房子，这搬到这边，不那么容易。你现在你以为就你是在驾着车？
啊，驾着车，宜宾这边有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去了没有啦？一美金，一美金，还有没有两听起来？箱，你到底想想？吨土先 on 就在后面哦。你那一天这个地方就真的有没？吨土先哦就在我们这边浦西东京的后面，就是吨土先哦。地方名字啊。加州在什么南啊？给我出来一下。哎，这个这个这个。装嘛，你是讲话，一直我讲觉得话。当地文化，对啊，没有本哇，赚啊，会吗？虽然不明白，问我啊，啊，你前后左右这应该会分吧？这是考你的逻辑啊，前后左右。方面的，文化部门，不带你在那个交钱，不上班。然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OK，来，我们看一看，我放大一点先。第一题，Host，哎，Host 了不了？鲁马湖县啊，鲁马湖县是这间家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是讲，他是在这个加兰恩岗，所以这整条路哦都是加兰恩岗来的。所以这条路的右手边，橄榄。对呀，OK，然后现在它是第二题 B 的 hospital 在这边吗？它是在 Pondok Polis 的哪里？你看 Pondok Polis 这个是道路，不可能，你的门口是坐在马路的后面吗？所以 Pondok Polis 的前面是 hospital，yes，啊，两半。Hello，C 呢？什么东西是在 Budak Laser 的后面？蝴蝶雷莎在哪里？蝴蝶雷莎的后面是阿明的家，鲁妈妹是他的后面，看到吗？谁在蝴蝶雷莎的后面？什么东西？妹啊，energy，没关系啦，那个你知道是这个就是了。OK，然后 D 的鲁妈 ND 哦，鲁妈 ND 在哪里？鲁妈 ND，OK，鲁妈 ND 这边啊。他是在 Rumadamin 的哪里呢？给你，来看看，看看，多久？不是，不是你。他是在 Damin 的家的哪里？好的吧？你看这条路，我们的门口一定是建在向着路马路的吗？OK，然后向着马路对面的家是谁？ND 的家哦，所以它是它的班。OK，Taman Rekreasi 在这里啊，然后它是在 Station Metrology 的旁边左边，比例。这不容易。来。OK，搞到的，是的，我去看第三页。好，第三页，请坐下。OK，你读这个题目还有你两个干什么啊的？以下的这些句子呢，它是属于 latitude 还是 longitude 的？以下这些句子 A 到 H 啊，你自己去辨认它，这个句子到底它是讲的是属于 latitude 呢？还是 longitude，如果是 latitude 写 latitude，还是 longitude 就写 latitude，在这格子这边尝试做一做。就是有，我脑袋有这个字的，本达达是叫什么？什么是本达达？一个是本达达，一个是本的嘎。他讲这一条线是画本达达的，把的 globe 是地球。
本达达跟么呢嘎，可以吗？会对吗？本达达是红啊，么呢嘎是直啊，么达达是红，所以哪一条线是红的？哪个是龙还是嘞？红还是直？Lady Liu，所以写上去 Lady Liu，横的是 Lady 吗？Long 才是直的吗？所以 Mandapa 是横的意思啊，所以它属于是 Lady Liu。OK，接下来自己做，所以写 Lady Liu 在这里。我们是刚刚开讲，哦，Bridge 是地区啊。六地方，帮行动口译啊，去泰国吗？是上个礼拜。本来就重口音，所以没有来不及。大一就过来了。啊，重口音，啊，星期一回来就中了，所以就没来不及了，就得停。啊，那个啊，要去玩的人啊，小心哦。如果有人下个礼拜要去玩耍，去就。存钱啊，改天自己有做工，改天出去。你等你做工了过后自己存钱，然后去旅行。以前我小时候也没去旅行啦。那一下你们就好，我连去别的州都没有了。我长大了自己去的。我们家完全是我统计，我们明，我告诉你，存钱。我们是有钱可以去东北那个，然后问题是东北还是敢东北去？怎么了？我们现在的你知道飞机哦，它还比汽车还安全呢。它的最危险是汽车，因为飞机的发生意外的几率比车还要因低。为他没有，就是你看到的是，哇！我看我做的梦，我的话都没有热心，有心魔你。喂，讲话就断了吗？B 到 H 那边。喂，那个还管那个，Hello，你有没收嘛？啊，你不要去换座。今天要不要啊？啊，我请三看。三啊，查瑞恩打到网站，所以那条线是直的，是横的。可能是直，我们横的只有那五条线道嘛，对不对？改善三单阿弥这边嘛，然后有一条直是分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时间都不一样，时差，我们有分24条线了，所以我们这一边跟泰国的时间就不一样，我们跟中国又不一样，我们跟美国又不一样，我们跟日本又不一样这些啊，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条线来区分了时间。这个六万币，真的那。那是什么？我是这样。好了吗？嘉贤跟金瑶，你们只要等下这边时间断了，马上进来呀，马上追回来呀。对。
短啊，有厉害哦，行。